迎收看科技岛的奇迹，我是刘世翔。全世界这个星期的科技业真的是风风火火，比方说2023的 WAIC 世界人工智慧大会就在上海展开，另外也包括了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很有可能就在七月中下旬的时候来到台湾，他的亚洲行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火花。当然中美的贸易外交大战烟硝味也就此衍生，因此在今天的封面人物部分，我们就要带您来关心相关的话题。今天科技岛的封面人物就是中美两大领导人习近平跟拜登，两个人见面到最后会不会又是会晤好会呢？双方为了争取 AI 晶片的主导权，两边都不断的在试探对方的底线，而这可能也是台海冲突的前哨战。首先我先带你来看到2023世界人工智慧大会7月6号在上海开幕，主办国中国大陆更喊话当地的人工智慧产业核心规模已经达到了人民币5000亿元，这也相当于新台币2.16兆，全球大厂齐聚一堂的这样的盛况，其实看在美国眼里很是忧心，因为接下来在全球的晶片供应链的抢到主导权的这场大战当中，中美晶片又再度交手，打向下一回合。拜登政府计划携手荷兰跟日本，进一步禁止半导体大厂将人工智慧晶片卖到中国，而这也就代表华府对于中国大陆的科技围堵战已经不再局限于产业面，而是把战线全面的延伸。这不仅是经济、产业、外交、政治上的竞逐，因为现代化战争各项先进武器都得仰赖晶片的驱动，所以美国这一出手，这也是在地缘政治的竞争上区域拒止，防止共军备战攻击台湾。